我想说以前的那个毕业旅行是直接跟你讲说，哦，你们大家都一定要参加哦，这样子，然后直接强迫家长给钱。我花园才有机子，别就应该是邦邦雕刻了。嗯。哎、欸，干，真的是追我啊！对啊，我这个位置看他很不好的哟。邦邦还雕刻？雕刻。靠我那个小石头！干，这个夹到了，头好痛哦！想象好了，先走掉。晚了，应该推的。夹不到吧？哦吼！干干干干干！嗯？哎呀，不给你哦！算了，二六。重点，我这边板子没盖呀。这边四连，这边四连。呀，好希望有人帮我盖这块板。哇，干，真的是恶心。推真的是恶心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跟先知一起救。哦，没地下室，吓死我！我刚才看到以为是地下室。我跟先知一起救。大哥，你他喵的知道我要救。可不可以帮我盖那个板啊？那个板，那板 OK。你再捞一圈，你再捞一圈。到交互卷。哇！干！恶心巴拉的，哎呦，这个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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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电可以开吗？压好了，开。闪现鸟了，先自由鸟了，先自由鸟了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还不闪现啊？他好像接近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注意到。小门大门都在这，
我帮他们点小门，我帮他们点小门，你可以直接往小门冲，要跟的。我帮他们点小门，小门开了。怎么说？掉个鸟吗？我这边大门也开了。哎、欸，给我鸟，给我鸟！要出去。哎、欸，哇哈哈哈哈！哇！OK， 秀了一手，可以，舒服舒服舒服。